地震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陈连山，欢迎来到《宝藏山海经》课程。前几节我们讲了《山海经》中的动物，今天我将给大家讲讲《山海经》里的植物、仙草。相对于野兽、鸟类和鱼类这些到处活动的动物而言呢，植物、树木和草都是生活在固定地点、一动不动的。大家肯定觉得草。 和树木是很难显示出奇特之处的吧？今天我们就看看《山海经》里的植物都呈现出什么面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想象的，最后再谈谈其中蕴含的道理。《山海经》里提到植物名称有数百种之多，常见的植物像松柏。 草、梨、槐、杨，这些都是一笔带过。那草就更不要说了。特意记录的，有具体描写的，当然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它能够满足上古时代人们的物质需要或者精神需要的。下面我们来讲第一种，《南山经》第一座山招摇山，它上面出产的一种祝余草，形状像韭菜，开青色的花，食之不饥。 就吃了可以不饿，茱萸草就是广西和西南地区出产的山韭菜，注意不是北方的那种野韭菜啊，它是山韭菜。《山海经理说》里说它可以充饥，不是当蔬菜的，也不是入药的，是充饥当粮食来吃。这是跟《山海经》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处的北方的这种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非常特别。 《山海经》特意加以记录，类似的还有《南山经》“轮者之山”，啊、呃，有一种树，其状如骨而赤里，它形状像构树，但是呢，长着红色的纹理。其汗如漆，这是个比喻的说法。人出汗，这个树的汗呢，那就是树的分泌物。这分泌物呢，像漆，其味如饴，它的味道呢，像饴糖，食之不及，而且还可以释劳，释劳就是消除忧虑。 其名曰白膏，可以写玉。什么叫写玉呢？呃，就是染玉石啊，用这个白膏给玉石呢染颜色。那白膏究竟是什么树啊？我看了好几个科学家的解释，觉得都不太合适。那么我们就直接从文本来读了。所以它的分泌物呢，像饴糖。中国上古时期是缺少糖的，所以大家特别喜欢甜味儿的食物。 经文说它的分泌物是甜的，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就专门记录了啊。说它食之不饥，还可以消除忧愁，那这就更好了，是吧？完全符合吃糖能给人带来的这种感受。所以呢，这个看似神奇的这样一种植物，其实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植物，否则《山海经》的作者说它能够充饥，能够给人消除忧愁。 这是完全符合现代医学对这个糖类食品给人带来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分析，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下一个树啊，招摇山里还出产一个迷谷树，所以的样子呢也像构树，奇花四照，这个华古代就是念花，它跟花是完全一样的。说它的花啊放射光芒，佩戴上呢就能使人不迷路。 古代的交通条件比较差，所以人容易迷路，所以当时的人们很需要能够使人避免迷路的这个东西。我这里边有一点大家得注意：现存的所有植物都没有能发光的，所以《山海经》里说这个迷谷树啊，它的花能发光是很奇怪的。那么，生物学家郭富先生怎么解释呢？他说啊，迷谷树啊就是雌性的构树花。 雌性构树它开的花是红色的，说这个红色呢，那那就像发光一样。他说这是个比喻的说法。另外一个学生物学的李世琼女士，她在她的《山海经动植物初证里边啊，她说米谷啊是合欢树，合欢树的花开出来之后，它那个花形是那么炸开的。但是我觉得把奇花四照解释为花是红色，或者解释为花的那个形状是。 是像放射光芒一样，这个我觉得解释的都不太合适。为什么呢？他们不能解释《山海经》的。接着往下说，说配之不迷，说佩戴上了这个迷谷的这个花呢，就会不迷路。怎么才能不迷路？能够发光，能够给人指引道路，那才会不迷路。那么现在植物学确实找不到这个发光植物啊。那么是不是可能发光植物灭绝了？ 但这事儿我也无法确定，所以这是个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探索。前面讲了两种，我们下面再来讲一种特别实用的植物，啊，比前面两个更实用。上古的时候啊，老鼠特别多，大家都知道老鼠这个破坏性很大，偷吃粮食，咬坏衣物，是吧？《诗经》里边专门还有一篇叫《硕鼠》，那里边就直接这个骂这个老鼠：“硕鼠，硕鼠，无食我粟。” 大老鼠啊，大老鼠，你千万不要再吃我家的这个小米了。所以当时的人是想方设法的要消灭老鼠。西山经高涂之山啊，就出产一种草，叫无条啊。这个草叫无条，它是有原因的啊。说其叶如葵，它的形状呢像葵，赤背，这个叶子的那个背面呢是红色的，名曰无条啊。这就是无条草，这棵、个、草它没有茎干，直接长叶子，所以它叫无条。 可以毒鼠，可以毒杀老鼠，这个太好了，是个天然的杀鼠药。郭璞先生呢解释这个无条是紫背天葵，据说这个紫背天葵草啊，它是有解毒功能的，它也能够消肿。可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呢也有疑点。疑点之一呢，这个紫背天葵呢是中药，但是呢药性那个毒性呢其实不强。 所以要拿这种人吃的那个一种中药，用它来毒杀老鼠，这个效果可能不会太好。这是疑点之一。疑点之二呢？《可中山经》里又说，这个有一个山啊，叫苦山。苦山在哪儿呢？郭璞先生推测啊，可能是洛阳龙门石窟那个对面的那个东山。说这个苦山有一种草，圆叶而无茎，它这个叶子是圆的，没有茎秆。 赤华而不实，它开红色的花，不结果，名曰无条。它有什么作用呢？服之不瘿，吃了它呢就不会长瘿。瘿是什么呢？瘿是大脖子病。过去呢，缺碘的地区经常会出现这种地方病，因为缺碘，说人的脖子会变粗，长一个一个大包。那现在科学家呢，在我们的食盐里加了碘，为我们补充了碘成分，就逐步消灭了这个大脖子病。古人是不懂这个医学道理的，他们就吃无条草。 用它来治病，可是前面说了那个无条草是来毒杀老鼠的，这个地方又说是治大脖子病的，这不是有点矛盾是吧？那大家怎么看呢？这个也可以在评论区，大家可以去商量一下、讨论一下。《山海经》里还记录了一种植物是可以毒鱼、毒老鼠，大家都好理解，是吧？老鼠有害，我们要把它毒死，鱼是没什么危害的，是吧？为什么要毒鱼呢？如果是吃的？ 那么好，有毒怎么吃呢？《山海经》里有一篇叫《中山经》，《中山经》里说到一个叫丙山，丙山在洛阳附近，它有一种树，形状呢像初初就是臭椿树，其叶如同而加石。其名曰拔，可以毒鱼。这拔是什么呢？可能是朴树，含有生物碱，它的叶子有点毒，毒性不大，但是有点毒。毒鱼是干嘛呢？毒鱼啊，不是叫毒鲨鱼，它其实是一种原始的。 捕鱼方式是把微毒的这个拔树的叶子，把它揉碎了，放到水里。那么利用它的那微毒呢，把鱼给毒晕了。鱼是比人敏感的，它稍微中一点毒，它就晕了。晕了之后呢，捉住把它吃掉。因为毒性不大，那么人吃了这这种鱼呢，不会有受伤害。在人类学报告里边说，说这个南美洲有些无文字民族啊，现在还用呃他们当地的一些植物来毒鱼。 哎，可见我们山海经时代就会用伐树的叶子来读这个鱼，来捉鱼，那是很好的智慧的表现，是吧？我们古人是很聪明的。中山经讲到少室之山，这个少室之山呢，其实是中岳嵩山的一部分。中岳嵩山有两部分，一个叫太史之山，一个叫少室之山啊，其实是两个山峰。 在少室之上有一种树，其名曰地修，名字叫地修。它的叶子的形状呢，像杨树；其枝五曲，它的树枝呢密集交叉，就像很多那个街道互相交叉在一起一样。黄花黑石，开黄色的花，结黑色的果实。服者不怒，吃了地修这个树的人啊，就不会发怒。就它能够帮助人不发怒，能恢复平静。效果呢，类似于现代的一个镇静剂一样。 郭璞先生推测呢，说这个可能是滋树，是一种非常高大的乔木。《西山经》富余之山，这个富余之山在陕西华州。其阳多铜，其阴多铁。说这个山的南面盛产铜，北边盛产铁。其上有木焉，它的上面呢有一种树，名字叫文经，什么叫文经？生物学家解释说，就是无刺枣。其实如枣，说它的果实呢跟普通枣树是很类似的。 可以以聋以是停止啊，就使、是、疾病停止，就是治愈。它可以治愈耳聋。石翠之山呢，有一种条草，说形状像韭菜，开白花，结黑色的果实。食之以疥，以疥呢，就是治疗疥疮。郭璞先生猜测、啊、这个条草是黄精。那黄精确实是入药的啊，中药里边的一种。可是据我了解，疥疮只能靠硫磺膏能治疗，其他的都治不了。 啊，这个调草呢，可能有一点疗效，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肯定是现在现在已经被淘汰了，是吧？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山海经》里的那个记录。《西山经》小华之山，小华之山就是陕西的那个少华山。其草有碧丽，说有一种名字叫碧丽的这种草，状如乌韭，它的形状呢像乌韭菜，而生于石上，它长在石头上面。 依原木而生，有时候呢，它攀援在树木上生长。食之以心痛，这种草呢是一种香草。现在都按照屈原诗歌写成毕立，写法有点变化，发音一样的。经文说毕立能治疗心绞痛，有没有效果呢？我也不知道。大家千万别拿自己做实验啊！医学是个不断验证、不断淘汰、不断发展的学问。不要看一本古书说了什么啊，什么东西有效，马上就信以为真。 拿来就用，你这种做法是拿自己做实验，是太不珍惜生命了。《山海经》里的药用植物很多，除了上面的，还有据说可以吃了就能够避免雷击的，还有说吃了之后能够加强记忆力的。原文就叫“福之不忘”，吃了它就可以不忘东西，或者使人变聪明的，或者能够治疗疟疾的，有利于怀孕的，啊，以及还能够呃避免怀孕的等等。也许还有人好奇心强。 《山海经》里的这些药用植物究竟有没有效果？总想把它搞清楚。这事儿我劝大家不要去实验啊！这事儿归药学专家管，咱们不能去抢人家药学家的这个饭碗，是不是？前面我都讲的都是那些静态的各种植物，是吧？大家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下面呢，我讲讲《山海经》里关于植物的一些神话。 中山经讲到一个叫孤瑶之山，这个山啊很特别，他埋葬了一个女人，她是炎帝的一个女儿，名字叫女尸。哎呦，这个女尸这个名字太不好听了。有的人说，那她应该叫瑶姬啊。比如屈原的学生宋玉就说她叫瑶姬。她死了之后呢，呃，她就变成了一个神灵。她跟楚王还有一段什么爱情故事？ 那么女尸，其实应该是她本来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个妹妹，她的妹妹叫女娃。她是谁呢？那是炎帝的小女儿，所以我说她是她的妹妹。这个女娃就是后来淹死在东海，变成了精卫鸟的那个精卫。所以妹妹叫女娃，她叫女尸很正常。女尸呢，死在了孤瑶之上，那么她变成了一棵草。 什么草呢？就叫瑶草。这个生物学家郭福先生解释说，它就是蒲草。蒲草的花粉是黄色的，所以《山海经》的作者呢，从很远的地方看着就看着好像是黄色。这个跟经文能对上。那么瑶草有什么作用？《山海经》里说了，说这个瑶草啊，你一吃就会得到爱情，就会被别人爱上。女尸死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个瑶草。看来啊。 女尸大概、啊、跟她的妹妹女娃一样死得早啊，还没有结婚就死了。所以她的一生中呢，一直有一个缺憾，就一直没有得到爱情，一直没有结过婚。所以死后呢，还一直向往爱情。人类传统社会一直是非常重视结婚的啊。童话里的结局总是说他们结婚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姚姬生前没有结婚，所以《山海经》神话就说她变成了这个能使人产生爱情的这个瑶草。 宋玉就说，她变成了女神，跟楚王产生了一段爱情故事。以上讲的是瑶草，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下面我讲《海内西经》里的一种生活在昆仑山上的树。昆仑山是什么山呢？是中国神话里边众神在人间的都城啊。众神平时是生活在天庭里边的，那么到了人间呢，到了大地之上呢，他就待在昆仑山上。这个昆仑山上面呢？ 有一种十分神奇的植物，木禾。木是树，是吧？禾呢？禾是稻子。一般说的稻子呢，人间的稻子呢是草本植物啊，一年一种啊，农民们很辛苦。那么木禾呢，是木本的稻子。它是树一样的稻子。既然是是是树呢，它是种一次就不用反复播种了，是吧？ 它自动的就会长出大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人类的想象里边，神的生活是无比幸福的啊，不用劳动，那个木盒自动就给给那个神们生产出了大米。所以这木盒树长什么样子？长五寻，一寻是七尺或八尺啊，五寻五七三十五或者五八四十四三四丈高，那很高很高了。大五围有多粗呢？五个人合抱那么粗。 它这么高，这么粗，可见它的大米产量一定是很大，完全可以满足神灵们的需要，对吧？神是过着幸福生活的。那么《西山经》也讲到昆仑山，他说昆仑山里面还有一棵树也很特别，叫沙糖树。说到昆仑山上啊，有一种树，形状如糖。这个糖是什么呢？它的别称是杜梨，黄花赤石，它开着黄色的花。 结出红色的果实，其味如李，它的味道像李子，而无核，它没有核，吃起来很方便。就、这个、无核很重要啊！我们现代农业科技比较先进，有无核葡萄啊、无核蜜橘了等等，古代是没有这个无核果实的。所以古人想象那个神灵吃的水果，那是无核的，名月砂糖，名字叫砂糖。砂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遇水。 食之使人不腻，所以这个沙糖果呀、啊、太特别了。它不光是好吃，不光是甜的，不光是无核，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能够抵抗河水。什么意思？就吃了它的果子，使人能够获得超自然能力，不会溺水。溺水是很常见的悲惨事件，是吧？你要如果能够上了昆仑山，吃了这个沙糖果呢，你就不会溺水了。 所以可见，这个沙糖果很神奇了吧？是吧？其实沙糖果还不算是最神奇的，这个大荒南京啊，还有能够使人永远不死的树。经文这么说：说有不死之国，远方啊，有一个国家叫不死之国。呃，这个国民呢都姓阿阿姓，甘木是食。他们吃的东西呢是叫甘木。他为什么能够长生不死啊？因为他们的国家这个树叫甘木。 这个甘木就是他们的食物，吃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长生不死。神话是人类思维创造的最自由的叙事艺术。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高的树是一棵澳洲的杏仁桉树，它有一百五十六米。可是现实的树再高，也没有神话里的树高。《山海经·海外北京提到北方的巨婴之国。 有一棵巨大的树，叫寻木，寻木有多高？经文里说长千里，说这棵寻木啊，有一千里高，这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是吧？还有一棵树叫三桑，它有多高呢？长百仞，一仞七尺或者八尺，它有七八百尺高，而且这个三桑树还没有树枝啊，如此之高，它居然还没树枝。 这都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经验，是吧？所以特别能够开脑洞，能够让我们的思想超越世俗的界限。中国神话里最重要的两棵大树还是扶桑树和建木。扶桑树我前面提到过，就是十个太阳休息玩耍的那个大树。《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汤谷这条河的边上呢有扶桑树。 十日所浴，他们就是十个太阳沐浴的地方，位置在哪儿呢？在黑齿国的北边，居水中有大木，在这个水里边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九个太阳呢，在扶桑树的下半部的那个树枝上，其中有一个呢，站在最上面那个树枝上，准备着升天巡游天空。建木呢，在海内经里。 介绍的比较清楚，啊，《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清水之间有九丘，有九个山丘，以水落之，有河流环绕着这九个山丘。那么这个地区呢，有木，有一种树，青叶长着绿色的叶子，紫茎长着紫色的树干，玄花黑色的花啊，玄是黑色的，黑色的花，黑色的花是非常罕见的。 黄石结黄色的果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一百仞高，那而且没有树枝，在顶上呢有九主，有九个回去的弯弯曲曲的树枝，下面有九沟。九沟就是有有很多的互相盘错的树根。这么大的树呢，它的果实呢像麻籽儿，麻籽是喂鸟的那种东西啊，很小很小的，其叶如芒，像芒，它的叶子像芒树。这棵树啊，不光高大，而且样子很奇特。 它在神话的功能呢，其实更值得关注。为什么呢？建木是支撑天空的天柱之一，它是皇帝种植的，是伏羲曾经通过它上下于天地之间的，它是起着天梯作用的。所以，这个神话建木的神话是用来解释宇宙面貌的神话，它在整个中国神话的体系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呢，《山海经》里的植物呢。 也像我们前面几节里面所讲的那些珍禽异兽一样，既有现实存在的真实植物，它们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那么也有纯粹想象的神话植物，它是来表达人类的精神需要的。这些真实植物的实用价值传承千年，对我们中国的中医药学啦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些神话植物的奇妙作用呢，也大大影响着后世人的想象力。 这节课我们讲了《山海经》中的各种植物。课程的最后呢，依旧给大家留个小话题：你们觉得《山海经》中的哪种植物的效用最令你心动呢？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陈连山，我们下节课再见。再见。